Hello Hello Hello， 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蒂姆嘟嘟，他现在和你们一样懵逼。Hello， 你好，哎，今天来你家做客了。我家很少有客人来，所以怎么跟你介绍呢？进来就是一个厅嘛，你看这个厅特别的大，大概有60几个平，所以呢，我在我们厅里布置了一个猫房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家最胖的猎手。Hello， 哎呀哇，他很重啊，二十公斤，好可爱，20斤，哎呀，小可爱。哇，这就是。你们家猫猫真多，最温柔的奥利，头最铁的小猫咪啾啾，你们家怎么会有只小鸭子？是我们家猫咪以为它们孵出来的。就我们家猫咪现在无时无刻都觉得自己在孵蛋，随便一掏就能掏出来一个。露娜很和善的小猫咪，摸它之前要戴个手套。我还刚想说它手头其实挺温顺的，这里就是我的那个猫房间游戏房。我知道这间房间都是科技与狠活，这个造型非常独特。因为我们的猎手他特别喜欢人拍屁股，你说你看还想拍，我天天这样拍他，我拍得非常的累，关节炎都出来了。他这个比我的手厉害多了，但是对于猎手来说刚刚好。天哪，你这个马力十足。感受一下他这个多猛，一挡就这么猛。可以可以。小猫咪怎么样？哎，他真的很喜欢哎。我发现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猫窝，这个又是个什么装置？猎手出来一下。这个东西是之前我做给我岳父戒烟用的，他在里面抽烟，上面有个空气净化器，可以把里面的烟给净化出来。而且呢，出门在外戴着这个口罩挺尴尬的，对吧？对，是。所以我给他装了音响、麦克风、蹦迪灯。这个头盔呢，也是我们一个 B 站知名的美女啊，非常喜欢。哦，所以说现在这里面可以进行这个东西是我们家最好玩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家猫晚上总会出来捣乱嘛，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射门装置和他们娱乐。点一下发射。哇，出击了，猎手要逃了，裁判红牌，红牌，红牌，被他突破了。就是我们家猫咪睡的这个猫咪暖脚窝。我猫咪暖脚窝，对，这就是冬天的时候呢，你把自己的脚套进去，说猫咪钻进来它就会给你暖脚。还真挺暖和的，关键是它又节能又环保，不用插电，我有点心动了，这个考虑一下量产。点赞过3万就不管了，直接量产。